说要给土司的一句话，然后就是我想要讲我的剥碎词的最后一句，就是剥碎词是财经系特别的传统，就是会就是找个土司或者是词曲都可以的，然后就是把它写的很像有武功的那种感觉来回忆这大学四年。然后我是选苏轼的《定风波》，那最后一句是最有名的话，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然后我把它改成的是"归去，然后唯有土司汗蒸起"。那这是我想要送给大家的话，然后所以也是我这大学四年的总结。那也是就是代表着就土司也是我觉得这大学四年来真正的归属这样。然后刚才 MVP 也是希望我们分享一段最难忘的经验。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应该那个经验会是就是当 Richard 问我说我要不要接 EVP 的那一刻起嘛，就是改变，那从那一刻起就是开启了就是我大学的算是转捩点这样，然后就让我变得就是可以变成我现在的样子，就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然后那一个学期跟就是 Howard、Richard 然后还有 Harry 就是三个亲爱的兄弟们的合作，让我觉得那个学期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乐。所以就是Harry 因为今天没有来所以就没有办法送，然后我最后就这一轮的惊喜小礼包决定要送给 Richard 跟Howard 跟 Richard 的OK， 好，然后对，然后对，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之后我要去台中工作，就是当队员的同事这样。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台中找我，然后我也会尽量有空的话就会回来看看大家这样子。然后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带给我就是大学四年来这么美好的土司回忆，谢谢大家。喂，喂，站起来讲可以吗？可以啊。哦，没有，不是想特别讲什么，就只是，好吧，那我就随便讲一下自己吧。就是我是 Kevin 的样子，然后可能诸位可能比较新，可能都不知道。对，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其实是一个不算懒惰，但是我其实一个有点像孤行侠的一个人这样子。就我在任何的场合，我都会试图让自己变成就是边缘人，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症的问题吧，就我从我升高中的时候，我是把志愿单最后一天交出去，我不知道选哪个，我选大学的时候也是台大、政大跟警大三所学校都上，这是我副大学的，我也是最后一天才把警大的表升出去，可是在警大读了不到半个月，然后我又跑出来又回到台大读书，就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反反复复，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样的人，对，然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样的人吧，就是在大学也经历过了很多社团，我六个，然后戏学过什么也加了，但是每个都不强求，但只有在台大土司吧，就是虽然是有，好像真的两年没有来吧，就包含今年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为何我就是待下来，然后就会有时候读书，现在读书读比较累的时候，就会想起大家这样，就会想起大家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就对土司的话。一种回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一种力量吧。我觉得，就是觉得大家这样子曾经这样走过来，那我也可以，所以我才会定下心说好，那我要也让你。所以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被送的这样子，因为我还会在台大再多待个三年。就是我想演戏，然后我想要考国考，我想要当个外交官，就这是我目前唯一的志向这样子。然后要说最难忘的回忆嘛，大概就土司营。就其实，在台大土司里面有还蛮多诡异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没有跟大家说。就是在台大土司营，就大一我大一的那一届的时候，对，就是在土司营的第二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女朋友跟我分手。对，然后可是，在去年的土司营的时候，就我也遇到了一群还蛮麻烦的小女生。就是刚刚他们说那个麻烦小女生，就是我的队付小队的这样子，我是带他们队。各位同学，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30分钟，请各位同学准备离馆。好，没关系，就大概只有一两分钟的样子，就是对，然后。各位同学，现在距离闭馆时间
还有30分钟，请各位同学准备离馆。感觉有点破戏，跟他没关系。就是在今年4月多的时候，就是我去年的土司的小队，土司营的小队有个小队员，就跟我还蛮好的一个女小队员，她传讯息跟我说她录取正大心理系这样子，然后她说她是第一个想让我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还蛮感动的，就是说，就我觉得这大学四年来，虽然从一开始好像也不怎么美好，从结束好像也不怎么美好，但是至少就是在土司营贯穿前后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似乎成长了，什么收获了，或者说让自己能够更去面对未来的时候，大方的这样，谢谢土司的大家。惭愧万分，因为我不是毕业生，我应该 shut up。就一学期真的过得很快，开学的时候还是新生的，现在变成旧生。我来这边交换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李小龙啊，你不是大二下吗？大二下不是大学四年最忙的一个学期吗？你怎么来交换？怎么来玩了？Are you a bad student? 我的回答是 Yes, I am. 我来台湾交换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 have fun, take a rest, seek happiness. 但是我想很幸运的是，在土司这个大家庭里面，我都找到了这些我想寻找的东西。虽然时间非常短，但我想就是因为只有这短短的一学期，所以才会让我觉得每一个我在土司所经历的活动，无论是社课也好，社游也好，或者是中小企划，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小孩子。我想无论是 David 或者是 Carlos 还有 Isha， 他们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和小孩子互动的这个活动，然后也让我学到了不少和小孩子交流的方式，然后社课就更加不用说了，每一次都是锻炼，每一次都是提高。其实我一开始还是很 shy 的，就是不太会，但是让我觉得最意外的是，哎，有不少那个土司的他们的 deputies， 他们会在比如说会议之前一周就问我，哎 Bruce， 你要不要来当这个 master， 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steering session。 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能够遇到大家，然后虽然我很 enjoy 这些活动，但是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是每一个 deputies， 每一个family 的家长，然后每一个 president， 他们为活动在非常努力的付出，所以真的辛苦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最后因为马上要回到上海，所以希望大家有空有机会一定要来上海找我玩。谢谢大家。谢谢。可以不要首先我不是毕业生，但是我最近滑脸书，这几天滑脸书，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毕业季，很多人都在拍毕业照，大毕业小毕业各种庆祝的活动。那因为我本身我应该是念大四，可是我现在大三，所以我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国中到高中的很要好的朋友们，这些人数上就是我进大学之后认识的还要再多2倍甚至3倍的人数，那他们现在都毕业了，那我还在大三，我还有一年甚至还有2年的时间。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刚才我把这件事情刚才跟 Julian 说，他说原来我会感到这么的寂寞，就是对啊，就看到曾经跟我一起成长的好朋友们，他们现在一个一个都毕业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都找我一步先迈向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我当下我这几天就是还蛮沮丧，因为我觉得就很寂寞。可是其实刚才有人有说到，就是人生的道路不是在比谁先到哪一个地方，也不是说你先怎么样就赢了。那我觉得我只是还没有到下一个阶段，那我现在在这个阶段，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那借这个社团，这个学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点，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国际生，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人，不管是亚洲其他地方，甚至是加拿大、布吉纳法索还是美国，其中一个美国人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接下来就快要离开了。那他就跟我说，他遇到我，他觉得他是这个缘分是非常非常的奇妙。这可能有一万多个宇宙，有一千多个、一万多个版本的我们，可是我们就这样遇到。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现在在这边现场的所有人，不管是多少个宇宙、多少个平行世界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我觉得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那像我常常跟一些比我资深的，所有应该都比我资深吧，就是干部们说，我真的很讶异，我到三年级上学期，我才第一次听说到这个社团，然后就进来，然后就让我回想到，我也是之后才知道，原来我大一上那个学期的公关是我学姐 Michelle， 就想说，哎，既然是系上的学姐，然后就是公关，那可是系上学弟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社团？没有，我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就有开玩笑跟学姐讲这个我的这个事情，然后她说你自己孤陋寡闻，然后都不出去多探索一点。那我后来想想也是，我虽然好像大家看我都很活泼很外向，可是其实我上大学以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晚我的同侪们一年，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在跟小我一年的人打交道，我在跟所有不是我这一个成绩就是年级的人在来往，然后就觉得很没有归属感。不管我加入哪些社团，我跟哪些同学在一起，我跟哪些团体相处，我都没有一种让我很想一起坚强的往下走的那种归属感。可是很奇怪，在这边这个以学术性标榜的教育性标榜的社团，我却找到了。那有人问我说，我记得我这里是干部，然后一开始就有人问我说，在第三次社团 MS 那天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那你觉得你英文有进步吗？我想一想，我老师刚刚说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我英文退步。就我真的觉得我英文退步，我常常讲英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的介系词总是放错，就我的时间后面的介系词总是放错，总是不知道要放什么。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我学了很多不一样，很多原本没预习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自己人生的过程。那今天不是我悲伤就我只是觉得能够在今天我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大家，然后在这里看着各位前辈们被欢送，我也觉得这是我荣幸。那我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旅程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谢谢。其实我不想
就只有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安静，所以建议那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他跟我说你快变好多。而其实我实际上的人还是很安静，甚至我上次在当 PRP 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很煎熬，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个性。然后我为什么会想到很感动的事，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就一直在念书，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我很渴望有一种，就是跟大家一起工作，然后之后有一种一起努力的感觉。是我在学校的社团，不知道是因为社团组织或者还怎么样，就是一直没有感觉到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觉。可是那次 PRP 拍片的时候，我记得是我跟 Kevin 然后 Palmer 跟 Sherry 就我们四个在拍这个片，然后后面还去剪片。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还剪片剪到很晚，在台大艺术有人剪片，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全部剪了，然后我忘记是谁传一个成品给我看，然后我就在家剪拍那两片，是你是你，然后我那时候我好像本来在玩吧，然后我就打开电脑给我看，然后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看了那个影片，我演了一直剪。然后我眼泪就一直掉，然后我因为我情感比较压抑，就比较深沉，就比较不会的，比较不会的，然后我就看那影片一直掉眼泪，然后看好几次也就一直掉，然后。那一次我就终于理解什么叫做一个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然后我到这社团其实刚进来我也是很安静，我记得我都跟 James 在一起，然后刚第一个学习我其实也不太认识人，然后我跟我自己的 mentor 其实也很好笑，就是我明知道我 mentor 是谁，可是我不敢跟他打招呼，就是我每次来都有看到他，然后他好像也一直在找我 Sammy， 就是他后面才知道他也在找我，可是就我就很害羞，我不敢跟他打招呼。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忘记是干嘛，然后好像是不知道干嘛，突然被你们发现了，然后我就终于找到我了，对，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认识了。然后后面因为他后面当上 EBT， 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去当 deputy， 然后我说好，然后我才在这个社团里面认识很多。然后认觉得很成长，然后也认识了 Sherry， 然后就也一起合作，做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然后我不要讲什么了，然后我就不适应，我就当社副长，然后感觉目前很缺人，要不要你来帮我呢？借机广告一下。然后，因为我现在要打工，然后我下学期因为我自己个人人生规划，我又去自己看戏，然后我发现我好像很多课，还有那时候 Maggie 问我要不要这课。然后我就这样整理，因为我想要跟我同届的人一起跟手，我想要跟 Maggie 他们一起跟手。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哎，不对，我现在很少来，然后为什么认识我？那如果我那时候跟上，是不是好像我的信上什么字都不会有？然后我觉得好难过，好算了，我还是被送来了。然后我就想到，真的就是被送来。然后这是个也是，就大家看，其实我很好笑，就是我点开那个表单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名字。各位同学，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十分钟，请各位同学开始离馆。时间快到了，就这样结束吧。各位同学，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十分钟，请各位同学开始离馆。好，我们时间要到了，我要 ending 了。好，好，开灯。好，然后反正我也我上面好讲啊，反正就很感谢第一本 Jason、Anna 还有 Jeremy， 他们反正就是这辈子是我的贵人。他们就像我是一个烂人，但是他们还是包容我，然后这个学期为我卖命，虽然很感谢他们。Thank you guys so much， 一定要感谢就感谢 MTC 了。然后他们至少他们还会留在组织这个，反正我们用这一个，反正就是说他们以后也是欢迎你们，毕业之后也是欢迎你们常常回来。然后好棒棒的，然后放好吃饭。
要盖掉校车。